好，来的来的，未过滤的，而且他上来先跟舅打了一个招呼。对对 对，未过滤的队友在场上。对，所以我们刚中场分析就有讲到，中线在前几季其实也常常充当球队的先发控卫。哦，一上来 Jet 就飞起来了。中线球交给强森，拉杆空中灌篮。哎呀，这个反攻还是没有。中线抛一个两分箭，哦，那你真的，哦，这段时间用他打一号位，看起来是不错的效果。中线一个后仰出球，空心命中，张中线28%，勇士26%，中线这个差下再把握住，7-58，中线又一个中距离机会再把握住，张中线真的成为 X 因子了。进之后，他的得分也来到双位数。掌声过啦，直接暴扣包夹之后，张中线出来救驾。哇，这个路线预判的真精彩哦！哎呦，这个传球还好，凯杰接到绕过篮筐拉杆两分，球没弹进，他再抓到进攻篮板，给到中线罚球线后面出手有。下半场的张中线没有极限啊，就是凯杰抓了一个进攻篮板，再交给后面没有人看守的中线。即便没进，可能也不会去责怪他，所以他可以大胆的放胆去投。那当然，这是关键人物是在勇士，国王队这边。那勇士队的是谁？除了洪凯杰之外，绝对就是张中线。中线上半场完全没有上的情况下，第三节，他先发上阵，然后下半场10投6中，这几个中距离啊，哎呦，我有点危险。剩6秒钟了，张中线切入。跟林书豪撞在一起之后，他马上就是还原了，然后去把手守下来。嗯，啊，这个球他也看到对方要切入的时候，他中线的两罚，最后1分半，给进去强森，半身扣进，